子是谁，带电脑去建起了一座红楼，红楼颜色又见了座大观园。听说仔细心经圣界的人进入，多少人都怀有毕生难圆的红楼梦。明知人生无常，一切都是梦幻泡影，即使有求不得苦，也想进一趟红楼大观园。听说禅定可以将智慧心成般若波罗蜜多，可以心无挂碍，可以达成心境圣界。为了能进入红楼大观园，我建议心修禅定，心生般若波罗蜜多。明知人生无常，一切都是梦幻泡影，即使有求不得苦，也想进一趟红楼大观园。听说禅定可以将智慧心成般若波罗蜜多，可以心无挂碍，可以大声精进圣界。为了能进入红楼大观园，我建议心修禅定，心成般若波罗蜜多。为了能进入红楼大观园，我建议心修禅定，心生般若波罗蜜多。